点晕，妈的，我有惧高症。为什么会没电呢？不用扫。我不应该站第一个，我好错。是啦，以前我们是跑到那边的。嗯，对。好可怕哦！其实还好呢。哪里可怕？你说跟香港比起来，香港，香港，香港那个下大雨噻，对，可能两个山头，真的，总共15个山头。我以为你说一直说香港水晶，香港，香港，你不中了吗？水晶，对，然后太平山的话，都是放在那个放电了，可以被他们挡。可以看到香港，可恶！只要下来的时候，在那个转那个位置，下来。把握机会的哦，边边整个山上面都已经白板绿了，跟那个山呢，然后边边看这边，我感觉这里较多，这里太阳没了，是第一个，哎，这边吗？那边是夕阳，这边都是夕阳，夕阳适合骑，我看你会不会试着抢拍一张。好了，勉强可以了。高楼大厦算蛮高的。你多拍两张吧。好高兴吧？真的。喂。哈哈哈哈哈。到。他应该这边门打开，让我们全部点上去。哎呀，老他可在不止同一个。这安老外。